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HSK 四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，共四十五题，请大家注意听力考试。 现在开始第一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。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。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 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周末我去打了一下午篮球，很长时间没锻炼了，今天腿疼的厉害，连上楼都困难。快放暑假了，暑假里要好好锻炼锻炼。他今天腿疼。 二，你去推一辆车吧，咱们今天要买的东西挺多的，那样方便一些，否则太累，没有车可受不了。他们正在请客。三。 其实，只要我们真正努力过了，就不需要太关心结果，因为无论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，在努力的过程中，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。结果比过程更重要。 四，对不起，他说的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？我们现在还无法判断，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。他被证明说了假话。五。 毕业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，因为我们将要开始新的生活。毕业也是一件让人伤心的事，许多平时常在一起的朋友，以后见面的机会将变得很少。毕业让人又高兴又难过。 六，今年春节，他们本来打算出国去逛逛，但是由于家里的老人突然生病了，他们只好放弃了这个计划。他们准备陪老人去散步。七。 虽然马经理没有直接说，不过大家都听明白了。他对我们最近的工作不是很满意。大家明白马经理的意思。八、啊，电灯、电视、洗衣机、空调。 电梯都需要电，如果没有电，真不知道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。节约用电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，生活离不开电。九。 那个地方有很多民族，这方面的情况我不太了解，到时候请当地的导游给大家详细介绍吧。今天我就不多讲了，他熟悉当地民族情况。十。 列车还有十分钟就要进站了，请下车的旅客提前整理好自己的行李，准备下车。火车快要到站了。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五个题。 每题听一次，例如，该加油了。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 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最近你究竟在忙什么呢？好久没看到你了。我最近在翻译一本法律方面的书，正好要问你几个问题。女的在翻译哪方面的书？ 十二，张师傅，今天我们是怎么安排的？我先送你们去爬长城，下午回宾馆休息，晚饭后接大家去老舍茶馆喝茶看京剧。他们现在要去哪儿？ 十三，喂，你声音能大点儿吗？你那里太吵了。我刚才问你，我们下午几点去参观海洋馆？男的为什么让女的大声点儿？ 十四，14. 你的腿怎么流血了？我带你去医院吧。没关系，刚才踢足球不小心擦破了皮，不疼。男的刚才怎么了？ 十五，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吗？对，暂时还没有，会议还没结束，估计还得半个小时。通过对话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六，这两条裙子没什么区别，完全一样呀。不一样，这条比那条稍微便宜一点儿。关于这两条裙子，下列哪个正确？ 十七，17, 你难道又要出差？上个星期不是刚去了上海吗？没办法，这个月至少还要再去一次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八，这些报纸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，你别弄乱了。好的，看完后我会放好的，肯定弄不乱。女的希望怎么样？ 十九，这是你男朋友，长得真帅，个子也高。这是我弟，他确实挺高，一米九。他们在谈论谁？ 二十，外面下雨了，把窗户关上吧。别全关上，让房间里进点新鲜空气。下了雨，外面空气很湿润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二十一，刘小姐，这个主意是您想出来的，非常好。谢谢，我是今天早上听广播时忽然想出来的。关于刘小姐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二十二，你好，一共多少钱？两盒饼干，一袋盐，一共是十三块零五。女的买什么了？ 二十三，这本小说这么厚，什么时候才能看完呢？每天晚上看十几页，差不多一个月就可以看完。男的认为这本书怎么样？ 二十四，打扰一下，请问您是在找这个包吗？是的，是的，这是我妻子的包，她太粗心了，谢谢您。他的妻子怎么了？ 二十五，方向不对吧？现在是往东走吗？现在是往西。我们先去附近那个照相馆取照片，然后再去校长家。女的打算先去做什么？ 第三部分，一共二十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把这个文件复印五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。会议是下午三点吗？改了，三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，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 会议几点开始？现在开始第二十六题。二十六，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去。 以后别随便扔东西。知道了，奶奶。数学作业写完了吗？没呢，我先出去玩一会儿。您在家休息吧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二十七，我约了几个同学星期六上午去打网球，你也去。可是我不会打网球。那你会打羽毛球吗？会。网球跟羽毛球差不多，很好学。到时候我教你。男的星期六要做什么？ 二十八，昨天看的房子怎么样？还可以，交通比较方便，离咱公司不远。那就快点租下来呀。其他都好，关键是房租太高。男的认为房子怎么样？ 二十九，你不是刚刚买了新车吗？怎么今天又坐地铁？我的车送去修了，昨天被撞了一下。啊，严重吗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没关系，我当时开的很慢，是那个司机的问题。女的今天为什么坐地铁？ 三十，去年夏天我去国外旅游，没想到买回来的礼物竟然都是中国制造。这很正常，中国现在是世界制造大国。是，随着质量的进一步提高，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制造。当然，我们还需要继续提高质量，提高竞争力。 他们在谈什么？三十一，听说你从小就开始写日记了？是，开始是老师要求写。 写每天发生的有意思的事，慢慢就成习惯了。你觉得写日记有什么好处？可以给我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。刚开始是谁要求他写日记的？ 三十二，32, 动作快一点儿，快来不及了！什么来不及了？你拉我去哪里？出发时间改下午两点了，现在就集合。怎么没通知我们呢？女的为什么着急？ 三十三，姐，我发你的电子邮件收到了没？什么时候发的？都一周了。我想去做生意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没收到，你再发一遍吧。男的打算做什么？ 三十四，今天踢的怎么样？进了几个球？我们三比一赢了。我问你进了几个？我我没进，我的球鞋不太好，穿着难受。我明白了，你快去洗澡吧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三十五，你先去床上躺一会儿吧，等饭好了我叫你。我没事，还是我来做吧。你不舒服，今天我来做，马上就好。那你简单做一点就可以。女的怎么了？ 第三十六到三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一天，小张和女朋友一起去爬山，他们爬了三个小时，女朋友累坏了。这时，小张指着山下说：“快看呐、啊，我们脚下的风景多美呀！”女朋友回答。 既然下面的风景好，我们为什么要花三个小时爬到上面来呢？三十六，山下的风景怎么样？ 三十七，关于小张的女朋友，可以知道什么？第三十八到三十九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 学习一种语言不是简单的事情，许多人在开始学的时候觉得很困难，于是就放弃了。但是只要坚持下来，从最基础的东西学起，慢慢就会发现自己的变化，这时候就会增加我们的信心，离学好这种语言也就越来越近了。 三十八，38, 很多人开始学习一种语言时会觉得怎么样？三十九，怎样才能学好一种语言？ 第四十到四十一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很多人一回家就把门一关，从不主动和邻居聊天儿，住了几年还不知道邻居姓什么。在城市里，这样的情况尤其严重。实际上，邻居应该成为住在旁边的好朋友，大家有事多联系。 多商量，这样生活会更好。四十，城市中很多邻居之间怎么样？四十一，这段话。 主要谈什么？第四十二到四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“万事开头难，每个成功者都要有一个勇敢的开始。” 才能找到自己的路。虽然能力、经验、积极等，对我们取得成功有很大影响，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勇敢的开始，就没有最后的成功。四十二，对成功来说，什么最重要？ 四十三，关于成功者，可以知道什么？第四十四到四十五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 我不同意提高门票价格。门票价格提高后，门票收入好像会增加，可是来这儿的游客却有可能因此而减少。实际上，总的收入在减少。所以，我觉得应该降低门票价格，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这儿。四十四。 说话人对提高门票价格是什么态度？四十五，说话人最可能在哪儿工作？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